东东站起来了，好可爱哦！看一下东东的脚他脚浮空了。对，看一下东东的脚。嗯，他扶着我，哎呀，哦，对不对？东东，踩好，站踩好好，了，站好踩了。好，啊，妈妈陪你站，站好了，脚酸了，对不对？脚累了，脚累了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他脚好痛，对不对？他有脚尖，爸爸，你跳芭蕾吗？休息一下。他能漂浮。你好，我是童爸。彤彤嘞？彤在这里。好，他是。正在舔熊熊的东东，而且他已经可以扶着东西站起来了。后面这边是我们家的电视墙，我今天想要在上面增加一些层架。那因为我不想要钉墙壁，所以我买了一些 3M 的层板，把它粘上去，用粘的方式把它装上去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拆开哦。好，你搬得动吗？小青，放这里，放这里，让他躺下来。正面在哪里？正面在这里。看得到吗？正面在这里。我们现在就把它拆开来。哎，我们要转弯喽，东东。好，我来交给你了。只有一个，两个，很长哎。好，拿到了。还要扭屁股，好可爱卡住了，肚子卡住了，过了过了，好。我一共买了四个，两个这种长形的层架，两个这种 L 型的层架。不过这个好小哦，这个比我想象中的小哎，我本来以为会再大一点的，那我也没有装过，不知道好不好用，不敢买太多，因为这个蛮贵的，这个长形成架一组要600块吧，这样两个就要1200了。我老婆刚刚 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这个小的这一个也是500多块吧，它里面好像有两个。不太便宜，那我在虾皮上面是他打九折的时候买，反正这样总共买下来差不多1800多块，真的是不太便宜。啊，东东都哭了，太贵了，对不对，东东？太贵了，我们看看好不好用，来抱来抱，来抱，哦，我们看看好不好用，好不好？因为真的不好用，就下次就不要再买了。我们看看它是不是物有所值，因为真的蛮贵的。我们把它装上去，看看好不好用，好吗？可以吗？东东，可以，可以。彤彤说可以，好，那我们就来装喽。哎咻，好，东东你坐这边看，玩你的熊熊，坐这边看好不好？看爸爸装。没了，就这样而已。它这边粘住了。好小哦，里面好小哦。给你看一个好不好？好可爱哦。我也要。好小哦。好。好小哦，比我想象的小好多哦，质感还不错啊，只是真的就是小了一点。小盒子里面一盒有两个，最大的不就然后大的是这样子一条，我打算把它这样并起来，这样子粘上去。太大了吧？全部就这些东西摆上去，自然就会放。
哎、欸，对吼、哦，它是这样子吼、哦。你不觉得它底座有点小？对对对，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那叫好，可以就这样，我来画喽。好，不要动了。我看一下哦，它这边有写字，壁，壁就是贴墙壁的，红色的这边是贴这个架子的，哦，是红色的。然后它这边有没有透明透明的？对，对准啊，这个有一个半圆的朝下面，箭头朝下面对啊，对准了、哦。好、嗯，还有很多。对啊，我们一起合作好不好？贴另一个，对，我贴另一个比较快，这个交给你了，嗯，这边还有，还有两个，嗯，这个是多出来的，这个多出来的，就这边是吧？好了，这样子两个都贴完了，好了，慢慢丢下垃圾到垃圾桶，地上才不会看乱，谢谢。感觉是 V 字形的吧？嗯，我看一下。这边是 V 字形，有没有那个超人啊，或者是什么？倒不如中间缝直接留大一点，对不对？对。嗯，与其这样子，我看能不能。不行了。不行了吗？我已经压了吗？就当废了两张。我已经压了吗？两张都压。如果还没压它，不如让它两边宽松一点。啊。可以了，还来得及，还来得及。可以，还来得及。来得及，我还没完全压紧，还来得及。还来得及。小嗯，不要贴那么紧，反而不会觉得好像有歪。这样好一点吧，妈妈你看一下，这样好一点吧，这样好一点哈、哦。你来用设定，按压三十秒。有，我有被按压到的感觉。一小时之后才能把架子放回去，才会坚固。现在我们就能等。对，等一下就好了。嗯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粘小的。一人脸。看谁粘的快又好。好了，我的粘好了。不过还好高哦。我这样四个小小的要800多块。好贵。好贵。客厅转角的地方。我们家客厅转角墙壁跟柜子的这边有一个凹槽缝隙，拿来放这个层架刚刚好。它是两两一组，两两一组好了。哎，彤彤，你过来一下，我想看你的身高可以拿到的位置在哪里啊？放在这边的话，拿得到。放这边哈，拿得到。这边啊，拿得到。最高可以到这里哈。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再多买几组，放这个高度底底杠拿不到，然后通通拿得到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把这个拿掉。另外一个给你贴好不好？一起，我们一起布置家里啊。哎，其实蛮好看的，你看这个转角粘上去之后啊，跟这个转角的墙壁是贴齐的。客厅的这个凹槽刚刚好，好，三十秒，我们一起，这个你可以一起压了，压这边，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等一下，你都要动什么？你继续压着，动动表情。没力了。is all gone.
30秒了，来，对，要拿下来，一样要摆一个小时之后才能放回去。那等到重新再挤到这边的时候才可以验收。对，会比较坚固。啊，它里面就是这样子啊，里面就是很胶条。The other ring of my wrist is gold, pairing with the light it holds. When I return from my spinning ball, I'm remembering the words you told me. Wait, hold on, put me together, take me back where I belong. I want it all.林克，酷巴也来。马六跟他一起吗？外面迟到了。还可以再摆，上面再摆，可以再拿四只。没有，现在只剩小只。小只的刚好四只哈，对啊，刚好四只。我帮你拿两个吗？对。怎么样？质感很不错，蛮好看的哦，超好看的。嗯，我们再买几个就可以把我们剩下的 Amiibo 全部都展示在这里了，嗯，就不用关在柜子里了。应该还要再买个一二三，可以再买个三组四组吧。真的蛮好看的。你坐的是什么椅子？爸爸的椅啊。我觉得质感比我想象中来得好，效果还不错。那如果以后有特价的话，我想要再买几组，把下面跟上面这边也可以放。那它的优点，我觉得就是它安装很简单。然后，如果以后有要换位置，比如说搬家的话，很容易就可以拆下来带走。那缺点就是，缺点是什么？我觉得太贵。我觉得缺点就是有点贵啊，小小的一个，这样两个就要500多块，我觉得是其实是蛮贵的。像我们这个比例书柜 IKEA 这个啊，这么大一尊也才2000块，哦，这样两组就要快1000块了，这个成本两组就快1000块，真的是有点贵，可能还是要等它特价之后再买。好，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，谢谢你今天的观看，祝福各位同友。还有冬粉在里面睡午觉了，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快乐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这一台是 Xbox 360的体感游戏装置 Kinect， 我把它摆上去，这样摆高一点，距离也比较远一点，感应会更好。然后旁边还有一些空位可以再摆，比如说游戏片的盒子可以摆在上面，也很好看。展示很好看。